坏了，已经坏了，好吃的不会说话了，只送不卖，其实我们就靠天赋，我好喜欢这种感觉。听说就是有一个老街道，然后特别有生活气息，然后现在目前已经动迁了，这次不去下次估计就够呛能去了。也可以啊，吃什么？是一种就是家常炒菜之类的。家常炒菜也行，好吃就行，这对我来说很关键。太喜欢上海了。你喜欢上海什么？上海是一种就是你吃完饭以后会出来走路的这么一个城市，我觉得上海街道很舒服，就像现在这种街道，复兴中路这种街道，天刚黑，然后吃完饭就出来走一走路，我自己蛮喜欢这种感觉的。啊，走喽！哇，这里还有一个电话亭。坏了，已经坏了，这个是坏的，已经用不了了。确实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电话亭，还有这种街道，就这样的感觉特别的好。感觉上海很少有这种街道了吧，很少见，现在都是高楼大厦。哇塞，怎么还有个镜子呀？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家电维修了，我马上应聘上班的地方。啊，没有，开玩笑。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vlog 的男二，男一是我本人，男二烟火气特别重。哪里？这里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，确实很少见了，这种房子。还有很多老的自行车。是的。哇，这好险，这种感觉，是不是？哇，半夜了还这么多人。哇塞，是这儿吗？好，我们好像已经到了。看，在晚上还有这么多人在这里排队。哇塞，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我们已经点完菜了啊，看男二手上拿着这么多，这是我们点的菜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去那个菜馆，然后让工作人员一会帮我们拿一下。走吧，到了，跟他合个照。哇，甲鱼。我的妈呀！大家小心一点哈，这哇塞，这是爬泰山吗？这是？哎呀，我们到了！哇，有什么推荐的吗？推荐你们喜欢吃清淡一点的，就是辣一点的。2020，清淡的比较多吧？就是也可以辣一点，有点辣。也可以辣一点，辣的也可以，就是好吃的。对，今天老板娘的那个点菜环节体验怎么样？体验非常良好。老板娘还送了我们一个菜包，感谢老板娘。好帅，没办法，工作，那么帅。一个月，这地方确实很不错，因为我自己吃饭也爱从这小地方待。对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尝一下。怎么样？好吃，非常非常好吃，非常非常好吃。哇，青菜拌牛，谢谢。味道怎么样？不错，就很有那种苏北菜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就虽然很清淡，但有一点辣，但是这个没有这个好吃。说实话，这个真的好吃。虽然我忘了它叫什么了，它长得很像毛血旺的一个不是毛血旺的东西。非常毛血旺。
哇，硬菜来了，谢谢。哇、哦，谢皇哥，我尝一下。我觉得我们这期 vlog 发了以后，大家现在已经在屏幕前流口水了。真的好吃。我本身是一个特别爱吃螃蟹的人，有螃蟹，我的生命就有意义。哇，感谢感谢感谢，这是那个腊肉哈。哇塞，我的妈！慢慢走。真的很好吃。好，老板走了，我可以吃了。它这个调料没有我的文氏小料好吃。你知道我的文氏小料？吃过。我之前在微博里面发过一个，就是吃火锅的蘸料，一绝，我发明的，也不是我发明的吧，是我改良后的。谢谢谢谢。谢谢。尝一下。尝一下。哇！好吃，真好吃，真好吃！帅，你听我说，哎呀，你好吃到不会说话了。太大了，这个。我开始吃鸡蛋了。就小时候家里边，你爸妈给你煮那种白鸡蛋、白水鸡蛋，就很多小孩不爱吃，我超爱吃，我吃三个。哇，你怎么找的这个地方？这个真。你是朋友推荐给我的，告诉我这个地方如果再不来的话就没有了。好吃。咱们烧烤应该好了吧？我去拿一下。好，这个太绝了，但我们吃不了，咱们一样拿一串，然后给他们给工作人员们送过去。我们这些怎么吃得了？是不是？哇塞，太香了！快，我们留了一些，我们吃这个。送钱，送钱。哇塞！说实话，算他一半。你们很久没吃上饭了？嗯，很久哇。走的。我好，今天过年才吃上饭，就一年，整整一年没有吃过饭。但我们家山东济南就很爱吃上饭，济南除了叫泉州，还叫串都。我们大学的时候，高中的时候，几个人就撸串。就在济南夏天，在那我们大排档那住路边，对，然后撸个串儿，去爽。今天有没有找到以前的感觉？没有。地方的问题。还是地方的问题，因为，怎么说呢？只能说我对济南太熟悉了，就真的要在济南我才有那种感觉，就在外面还是不一样，就家还是不一样。就你的家乡，你的家乡还是你家乡，你的家乡还是会有家乡的感觉。你就在外面再怎么喜欢也没有家的感觉。哦，免费送了蛋糕了，谢谢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。那我们把这个，你拿一个给他们拿过去。你放可以，放这儿可以。谢谢。哇塞，我们吃不了啊，一会儿。所以叫他们来一块吃。我们的南山，南山。我们两个根本吃不了，我们要光盘行动，不能浪费。老板说平时不卖的，只送不卖，只送给长得帅的人。有知道吗？什么菜？哇，我自己吃不出来什么菜。你尝一个尝，非常。你爱吃非常吗？爱吃。完全尝不出里面盛装什么东西是。没有一点味儿。是吧？我也觉得是。你在剧组拍戏的时候最想吃到的那边没有的是什么？每天最想吃什么？茴香饺子。真的在这里问一下大家，就是在象山，在浙江这块的网友们，大家真的不知道茴香是什么吗？为什么我们去菜市场买菜，什么想买茴香包饺子，完全没有人就问我们什么是茴香，然后我们说就茴香啊，就是黑包饺子那种，然后他们说啊我知道了，然后拿出一把香菜来。每次收工回去以后，我要做一个饭。昨天晚上他也给我们做了，昨天晚给我们煮了泡面，超好吃。比不了，你看到我们做的那次一桌硬菜。对，确实是做了一桌硬菜，放了我一个半小时呢，
还有烟什么的，是不是？你们怎么很麻烦起来了？因为我的时间很宝贵。你做饭跟谁学啊？做饭跟谁学？其实这种事就靠天赋，知道吗？叫什么？真是靠天赋。可可乐植入玩家的。对，很深。可乐是不是？好讨厌的植入。我感觉我笑的跟不一样。可乐可以来赞助一下我们的 vlog。其实现在在上海这种可以看到街景呢，又是在这种比较繁华的街道，非常有烟火气的这种饭店已经很少了。对，然后像之前那路边摊都已经没有了，然后边吃饭边能看着外面的人生百态，然后看着这种街道，还是非常的 nice。出发了，我们吃饱了，吃饱喝足，准备一回家。回家，走在上海的小路上，回家。其实这种走在上海街头的感觉特别好，感觉好好。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，飘散的踩碎的都是梦，孤单等着一刻如何确定你曾爱过我。